灌够了。好，可以再点吗？可以可以，你再另外一个，不要换。
付钱，不要嘛。慢慢，他肯定再帮你加一点。开始。没，你只要你吃的开心就要，端上桌子。你就看他心态，两个心态都对上了。
请至代管计划登记中心。是在这家吃的，等好久、哦，吃饱了。